第39题，若水的密度为每立方公分一克，则甲物体所受的浮力应为何？题目前面已经告诉我们说，甲、乙、丙都会沉在水中，而我们在刚才的小题当中已经知道甲的密度是4，所以我确定它会沉下去。我们晓得浮力呢，一定是等于排开的翼重，也就是排开一体的体积乘一体的密度。我们甲沉下去，所以它的体积就全部排开，所以它排开40立方公分的水乘一体密度是一，所以答案就是40。所以第39题问我们说，则甲物体所受的浮力应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40 克重。